花龙，电报收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电报里说些什么？交货地点改变了。改了？嗯，改在印山。印山？印山的祠堂。印山祠堂？雪川，你把电台收拾好，我去马王那儿看看。嗯。看透了，大叔，我跟你说的那些，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谢谢你，大叔。看看这个。
该算总账了。你说，他什么情况了？哎，一直昏迷不醒啊。 高夏要再不回来，就真来不及了。哎，你看，高夏，走，高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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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高夏，冷不冷？别打！走，药来了，快给我。夏儿呢？我没耽误事儿吧？没有，你任务完成的很好。完成了这次任务，你带我走好吗？ 你已经是侦察队里的一员了，夏儿。爸爸，夏儿，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儿子。爸爸，我现在是您的好女儿。 我马上准备出发了，那余化龙怎么办啊？他连马都骑不了。背他，我和老谋子轮流背他。 Thank you.
大家都休息一会儿。老女，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你少废话，说吧。我口渴了，你帮我找点水吧。好的，你等会儿啊。 大叔，这里离印山还有多远啊？远倒是不远，还有50里，可是今天是赶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前面临江有一段悬崖峭壁，叫鹰嘴崖。哎，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路，不要说马匹了，就是人，在白天稍不留意也会坠入江中。更何况一会儿这天就要黑了。
那咱们找个地方安营扎寨。好，明天一大早啊，我带你们走。雪来了，啊，快给余华龙送去。好。我觉得我是无上荣光的。这次我们马帮一路走来，如同走在人人向往的天堂。我不妨就叫他天堂马帮吧。亲爱的好兄弟，永别了。
带断了，我得把它缝上。你去把针线缝起来。妈，一会儿让我来缝吧。这孩子，让你拿你就拿去吧。好吧。让我来缝，你就不让，老眼昏花。什么？你说爸爸老眼昏花？是啊，你就是老眼昏花嘛。傻孩子，你也不看看你爸多大岁数，能不老眼昏花吗？你既然知道，就应该让我这个小辈儿来接班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缝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啊，爸爸什么都让你干。快，把马灯提起来。商量个事儿。老毛子兄弟，哎，先回去歇会儿。我们爷儿俩呀，现在是盯着，一会儿再来替我们俩。行，那你们爷儿俩就好好唠会儿。嘿。
什么事儿？说。爸，您先坐下。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爸，等明天任务完成以后，我想你要跟康健他们走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件事，爸爸不是早就答应过你了吗？可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你。哎，爸爸又不是七老八十了，以后的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我就是舍不得你。好了，小儿，爸爸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。爸，你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？小儿，听爸爸跟你说。雪纯，你好好睡一觉好吗？那你呢？咱马帮就剩这么几个人了。老毛子现在是里里外外一把手，他太累了，我得去看看他，不能把他累垮了。你去吧。你死不了，我也死不了，因为我们都还没完成自己的任务。啊！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？这是迟早的事。我，听爸的话，快走。爸，再不走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有康健在。谁也不能把爸爸怎么样。爸爸，快走吧，走。直说，别拐弯抹角。哎，你这算是命令吗？是恳求。康健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只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，感觉。
觉到一股杀气。杀气？这股杀气一直伴随着咱们马王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现在他好像就在咱们身前。康家，这高夏可真是个不错的姑娘啊。我都答应她参加咱们侦察队了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怎么跟你没关系？我准备啊把她放到你们班。你就是放到我们班，那跟我也没啥关系。那什么跟你有关系啊？哎，我答应他呀，要给他牵红线儿，搭鹊桥，哎，帮他找一个如意郎君。啊？你要当媒婆？那咋还不行啊？不过，这说出去的话是泼出去的水，玩意儿不能言而无信呢。没有金刚钻，不要揽瓷器活啊！就你还大包大揽呢？是啊，那咋整？帮我出出主意。他说我该咋办呢？你咋办？我知道，这才叫跟我没有关系呢。别的，帮帮忙呗。这忙我帮不了。哎，人家高夏可说了啊，就要找一个像你这样的，咋整？说什么？高夏亲口对我说的。你别胡说呀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正是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，我才要说。要不然，我怕没机会说了。哥，
情况已经很明确了，电台就是高大哥造，可是高夏为什么会不晓得呢？这正是高大哥用心良苦。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咱们走吧，一会儿就该出发了。烟归来，春归人。